斜纹软料，所以穿起来非常非常轻肤，而且它是带棉质的斜纹布，给大家看一下斜纹布这一款呢，它是没有开扣的，它就是比较衬衫式的，但是它的领子非常的漂亮。那妞妞今天呢是开到一个还扣一颗的位置，你也可以把它都扣起来，这个呢是比较典雅的穿法，但是也没有到很正式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切割的领子实在太漂亮，但是以妞妞来穿，我甚至会把它全开，然后它非常非常的凉，然后重点是长度非常刚好，那你要扎的话就是这样，超级好看。它有一个小啾啾来在这里，它可以把它扣上去，扣上去的话就变七分袖了，放出来的话也不会邋遢，就是我觉得各方位都蛮到位的，重点是好穿舒服，扣起来正式，它脖子还是很长，这就是这个领子厉害的地方，所以你不敢穿那么露的人其实全部扣起来也很好看，你可以换成是宽裤，这个领子超级漂亮的，就是这种非常修饰我们脸型的领子，软料的斜纹布的衬衫真的很好穿，今天就是追加补货到粉红色新色哦，特别定制给大家淡淡的粉，没有上衣会透吗？其实我里面穿的是黑色小可爱，你们觉得呢？就是如果我担心透，那你就换白色，其实我觉得黑白都 OK， 黑白灰都可以，很舒服的一个颜色，因为很多很多人啊他不喜欢粉红色，可是呢他只要看到这一件衬衫的这个粉，我觉得是很能接受，它很淡而且很清新很舒服。